这位就是我刚刚跟你说的上海律师界的传奇，莫律师。他回来了。那你们没有我们，他是他，我是我。我们不能谈一谈吗？像朋友一样。难道之前拥有的不再属于你了，你就一定要毁了他吗？你听我说，把手放开。我们已经分开十年了，为什么现在还来招惹我？我本来以为我能忘掉你，可一见到你，我之前的假装都没了。这就是感情用事的结果。情感在你心里，不是说克制就能克制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还是一点没变。我知道你平时伪装出来的样子不是真实的你。我总觉得我们的缘分永远不会断，一定会在某个街角或者黄昏再遇见你。都怪你，怪你太美丽了。